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史蒂芬。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学习关于在项目实施阶段，关于 PHP 编码规范的后几个比较重要的点，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关于 PHP 代码书写规范的几个四个规则。啊，在上一讲里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PHP 代码规范。第一个就是它的 PHP 书写的一个排版啊，第二个就是它的命名，第三个它的运算符，第四个语句啊，我们大家可以快速的过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它的这个排版啊，我们。就是尽量使用 table 进行缩进，不要使用空格啊。如果一句语句过长的话，我们给它折到第二行啊。第二个就是命名啊，命名呢，它主要就是说对这个常量、变量、类、函数名以及这个类里边的类属性、类里边的类函数的一些规范啊。大体上呢，就是说我们尽量使用言简意赅的这个名词。啊，能自我描述的这种单词来进行去描述，不要使用那种生僻或过于复杂的单词，而且不要使用拼音啊。这个变量名、函数名啊，我们采用的这个风格都是用这种驼峰法来进行书写。啊，接下来这个运算符啊，不管是1元运算符、2元运算符还是3元运算符，我们尽量让它和变量之间有一个空格。那这样的话，你这个代码写起来的话，看起来就会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明了啊。读你代码的人，他也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第四个就是语句了啊，语句呢，每行呢只有一个语句，语句和语句、赋值语句、等号的前后各有一个空格啊。遇到 for each、if for、for each 等控制一些结构体的时候，关键字和小括号之间没有空格等等一些啊，大家。我相信大家在课后都已经进行了复习啊，这里只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带领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复习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个内容。好，那我们这节课呢，来讲一下在项目实施阶段 PHP 代码书写的规范的下一节。本节呢也是给大家介绍四个主要比较重要的一个规范。同样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学习一下关于 PHP 代码的制作流程规范的后几点注意事项，它包括第一个注释，第二个它的结构，第三个安全，第四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四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一讲解这四点的方面的内容。首先来看注释，同样。我们来跳到另一张的这个思维导图里边儿，我来看一下这个注释。注释，第一个就是只在关键点和说明不明确的地方做出注释啊。单行的注释使用双的反斜线啊，多行注释使用斜杠、星星，禁止使用井号进行注释啊。这个是我们部门儿。规定的一种规范，其实使用井号呢也是可以的，因为 PHP 嘛，相信大家使用过 PHP 的同学都知道，它有三种的这种注释规范，第一个就是使用两个斜线啊，多行注释的话使用这个斜杠星星，然后这个使用井号注释呢是在 Linux 的这种模式啊，这种规范它是采用的 Linux 的这种注释的方式啊。这个注释呢的好处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函数或者在这个类的开头啊，我给写几行注释，比如说标明这个注释谁这这这个函数谁做的，这个类是谁做的，这个作者是谁，它的这个主要作用是啥啊？这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去并行标出来，这样的话以后就是说，当看不懂某段代码的时候，或者某个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找相关的作者人来去看。同样来看一下这个事例，那这个所谓的正确事例，只是说我们部门啊使用的，就是说要求是这样。
啊，我们一般不采用这种实例，但是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就是你运行的时候运行不了，它是可以运行的。啊，这个我给大家多说一嘴。第二个就是不要在一行代码结束后使用单行注释，不要在一行代码结束后使用单行注释。这个是看一个例子吧，这样的话更好一些啊。我们也是这样，这个斜杠 comment 就是这个注释啊，有了注释之后，下面紧接着这个变量。那这个错误的实例就是说，在这个赋值语句的完了以后，我们在后面进行了这么一个注释。那这样呢是，不是那么的友好，不是那么的规范，但是它运行的话，肯定是也是没有错误的。啊，这点请大家来知晓。第三个就是类方法和普通函数都需要注释，采用 PHP doc 格式书写，注意应尽量简单明了，不能过长。来直接看这个例子吧，看见了没有？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注释的一个示例啊，这是多行的一个注释的方法。short DESC 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一个介绍啊，它的 package 就是你的哪些包，name，author 就是说这个作者是谁，version 这是第几个版本，然后 class name 下面又有这个函数名，我来看一下，啊这块多写了一个，可以给它删掉。好，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类 class name，然后下面有一个函数的一个方法 public function，有 function name。它的那个上面，你看，第一个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一个介绍，第二个就是这几个参数，第一个就是 integer，var1 是一个整数型，var2 是一个 float 型，var3 是一个 string 型，var4 是一个balloon 型，就是布尔值，25就是一个 array，它最终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 array，还是一个整数，还是一个字符串？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其实看一个函数，我们看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介绍，我们就能大致的明白这个函数它需要传哪些参数。传完了这些参数以后，我需要给我们返回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注释还是蛮重要的啊。希望同学们呢，就是在以后书写代码的时候过程中啊，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这样的代码写出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好，这个就是在这个注释方面我给大家讲的这三个点。好，来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在结构方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整体结构按功能分层，降低它的耦合度。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不能说代码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这个结构之分啊。一下子从头到尾就写下来，一气呵成的那种啊，咱们不要，就是有些函数的它这个耦合度特别高，我们可以给它单独的给它写成一个公共的这么一个函数。第二个就是 DAO 层负责数据库读写操作，每张表对应一个类啊，这个是涉及到 MVC 比较深层的一些个结构，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类。然后在哪块我们需要引用它的时候，我们直接给它 require 或者 include 进来啊，所以就是 DAO 层负责的数据库的读写操作，这么个意思。第三个就是 business 层，就是业务层，不处理与业务逻辑相关的操作，就是我们这一层呢，只是说我们负责就处理业务逻辑，比如说你数据的读取数据库。啊，应该在 DAO 层啊，就是这么个意思。第四个就是 system 层为 Kohana 框架代码，为 Kohana 不能直接修改，这是我们业务的一个定制，特殊的一个定制，我们用的那个 Kohana 框架。第五个就是 modular 层为各项目公用的模块，应尽量保证通用性啊，因为这个我相信做过开发的同学或者做过项目的这些同学都知道，它分为好几个模块嘛。有 modular 层，有 controller 层，还有 modular 层。modular 层就是这个模块，
各个项目公用的模块，哪个项目我需要使用这个模块，我就直接去引用它、调用它，这样的话就保持了这个代码的复用性的能提高，保证了这个通用性。好，这个就是关于结构方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么几点。第七个就是说这个安全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树立，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用户输入的都是有害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就是输入用户，我们不能认为就是用户输入过来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我们都要假装呢，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这个风险安全意识。我们要对接收到的参数进行判断和过滤才能使用。比如说，你从用户接收用户 POST 过来的数据，或者 GET 过来的数据，或者 REQUEST 等等等等一些方式过来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呢必须呢使用这个安全，是对接收到的这个参数进行过滤，而和一些安全的一些转译，比如说它 POST 过来有那个就是特殊的一些字符串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安全的一些转译，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不会有那个 SQL 注入。第二个就是对任何服务器信息都不要暴露给访问者，包括程序的信息、调试信息、文件路径、服务配置、资源信息、网络架构等，就比如说你访问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接口没有配置好，然后出现了错误，你就把错误呈现给了用户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上线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这个尽可能多的进行测试100%的测试，不要把这个错误的信息也暴露给用户。如果你把这个错误的信息暴露给用户的时候，用户的话，有的黑客可能就会利用你这个爆出的错误信息，比如说你可能把这个某个文件的路径给它暴露出来了，黑客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来去进行攻击你的网站，这样的话是得不偿失，也是不可取的。这个是安全方面，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两点。我们接下来再看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统一使用 UTF-8 字符集，这个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个规范必须得使用 UTF-8。现在 GBK、GB2312 我们也是摒弃了网站现在统一的都是 UTF-8。第二个就是适当控制每行代码的长度，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80个字符，这个是我们给的一个建议。有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不同来定制嘛，可以超过100个、200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只要自己的业务允许就 OK。第三个就是空行将逻辑相关的代码分隔开，以提高可读性。比如说，在写一个函数的时候，上面比如说1到3行它是一个逻辑中间我们可能空上2行。然后再写4到5行，它是又是一个处理的逻辑。那这样写的话，就是不仅程序有这个连贯性，而且清晰明了，再加上一些注释的话，更加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更加的方便别人去阅读你的代码。第四个就是除关键字 false、true、none 之外，其他关键字一律使用小写形式。这个是我们是 PHP 官方定的。false、true、none 这都是关键字嘛，所以我们都要大写来进行以示这个区分。第五个就是禁止使用 CLF 换行，注意 IDE 和文本编辑器的配置这个只是个人的一个喜好我只是写出来给供大家这个参考。第六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建议，控制结构体多层嵌套，最大深度不超过3级。我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那这种就是四级嵌套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就是程序的这个可读性的话就比较差，然后你这个可能这个算法各个方面可能就是不是很快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很好。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建议，那如果你非得要在业务中去用，那也是可以的，也是只要你的业务满足嘛，只要你们满足你的这个业务，你的业务允许业务上的逻辑允许你这么做都是 OK 的。第七个也是一个建议，
变量函数的命名应尽量统一规范啊，优先采用以下的这些名称，来看一下，controller 类函数，以 controller account 类为例啊。对，讲到这个 controller，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做过开发的同学可能会知道这个 MVC 的框架啊。那不管你做没做过这个开发，那这里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MVC 的这么一个思想的一个分层的一个模式啊。M 呢就是代表这个 modeler，就是负责与对数据库进行操作；controller 呢就是负责业务线上的一些操作啊。controller 可以调 modeler 里边的某些文件来进行读取数据库，来处理它，用来处理它业务上的一些逻辑。那 view 层呢，就是展现给用户的这么一层。所以网站的一般结构大多分为 MVC 啊这么一个结构。来看一下 controller 类函数啊，以 controller account 类为例，展示账号列表 public function action list action add save edit modify 啊，这些英文大家一读就知道，这个是列表，这个是添加，这个是保存。这个是编辑，这个是修改，这个是删除，delete 吗？底下的都类似啊。business 类函数以 business angular 为例，create、update、delete、edit video，还有 get angulars 啊等等这些。大家再下去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啊，这个是 DAW 类型函数，这就是 model 层的一个函数啊，大家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获取一个专辑下的视频列表。那这种方式怎么写呢？就是 public function get angular videos by angular id 啊，就是通过这个 angular id 来获取这个 id 下面的 angular video，获取它的这个视频列表啊。那下面呢就和这上面的都一样的，我呢就不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啊，同学们呢，有时间的话可以下去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命名的一些规范。好，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在第八个其他的一些建议里边啊，给大家归纳总结了这么关于这么几点的一些要求。好，我们来再来回来，来看一下这个大纲。那好，本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在 PHP 代码的书写规范啊，主要包括的这个注释，我应该怎样用这个注释。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结构，第四个就是它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第五个就是其他啊，给大家罗列了有六七条吧啊，希望大家下去呢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本节课我们讲的PHP 代码的书写规范。至此呢，关于 PHP 代码的书写规范我分为上下两讲给大家已经讲完。本节课的一个课后作业呢，就是复习一下这两次课我们讲的 PHP 制作的这个流程规范，并用自己的话来写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部门或者业务的这么一个制作的规范啊。这里我强调的是。适合自己公司部门或业务的制作规范，我给的只是一些建议，大家可以进行参考。那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大纲啊，我们来预习下一节的一些相关内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程我们所讲的一些主要内容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下节课再见。好，谢谢大家。